白纹路短 T 热裤露出小蛮腰 ，DJ Soda 甜美向球迷们打招呼。踏上投手球，顺利开球，动作熟练。DJ Soda 现身乐天棒球主场，特别担任开球嘉宾，超吸睛。开心。다른나라에서시구한적이처음이어서너무너무긴장돼요현준아이차띠과추아이씨아세요네너무귀여워요他觉得你都会很可爱，也是他的朋友。接下来都시켜주세요老中文说想吃麻辣锅、地瓜球等。这趟在台停留三天，也是 DJ Soda 继七月后再访台，期待台湾戏剧工作找上他。而八月他在日本音乐节表演时，遭多人伸咸猪手袭胸，坦言如今和粉丝互动会紧张。너무긴장돼요对他今天的这个试球是有点紧张，但其实他也喜欢跟粉丝互动，所以其实还好。선수들이검은옷에흰바지를입고연습하는걸봤어요그래서그걸따라했어요与 DJ Soda 相见欢，乐天女孩一字排开，心情超嗨。而 DJ Soda 也展现先行练的舞蹈，希望跟女孩们一起默契应援。这次登上球场，吸引球迷一睹风采。TVB 的新闻桃园综合报道。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